手语唱跳，温馨表达对爸爸的感谢。六月第二个星期日是菲律宾父亲节，佛光山万年寺办理欢庆活动，小朋友借此机会把爱大声说出来，给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表达心中道不完的感谢。万年寺住持妙净法师带领攻读幸运大师为父母亲友祈愿文，祈愿所有佛光爸妈身体康健，平安吉祥，整个人很放松，然后很温馨，希望你明年有时间的话还是会带着一家人一起过来。欢喜庆祝父亲节，也为孩子扎根孝道理念，借此因缘拉近亲子之间距离，建构和谐家庭，带动社会更加美好。《人间新闻》菲律宾马尼拉综合报道。